老师来帮大家进行数字测验啊，大家测一下未来一个月呢，我可以无事一身轻吗？来，哎呦，数字啊。来，幸运数字有174、354、513、316跟445。选定好数字呢，下好离手，看未来一个月呢，可以摆脱哪些毒素呢？让你呢毒素太大了，有什么毒素可以排毒之后呢？其实你的运气呢就会打折，排毒很重要。好，来看一下选到445呢，有我们的文文姐，还有我们的阿曼达老师哦。好，看你排除什么毒素呢？你排除了感情障碍的毒素啊，天性向上，哎呦，志成姐一直加持啊，对啊，我需要谈恋爱的，对感情哦，无事一身轻，代表就是说呢，你现在呢可能可以面临到好的对象出现，或者是好的贵人来帮助你，所以的内心呢会在寂寞了。我要跟你说夕阳演唱会哦，刚刚大怒神好高哦，就旁边的夫妻呢听到都在睡觉。我今天想说啊，我应该找个伴来陪我听的，是吧？所以要想到这个数字，还有说未来一个月贵人也会出现哦，感情也会有着落，所以在工作上和事业上都会有好的人际关系来帮助你。好，恭喜你！好，好看一下选到我们的316呢，316我们的玉佩老师还有我们的陈医师所选的，排除工作上的障碍哦，所以呢，你要积极争取的可以大胆。所以呢，工作上有90分哦，所以表示说未来一个月呢，你可以努力在工作上，你的努力可以被看见，恭喜你喽！好了，看一下选到我们的513，513我们的一路所选的513呢，未来可以排毒什么呢？恭喜你人缘畅旺，贵人相助哦，对，所以呢，小孩有人可以帮你带的，可以有更多自己的时间哦，所以人际关系非常的好，然后小人远离哦，非常恭喜喽！好了，看一下像354跟174哦，我们来看。看一下静纯姐所选的174哦60分啊，不错，代表心情愉悦，没有关系，烦恼消除了，这个很好啊，毕竟学观音的对吧？真的，代表说呢，之前呢可能有很多的烦恼跟障碍呢。这个未来一个月呢，会把这个烦恼消除，其实很好的。他现在什么都不缺，当然就是心身心最重要。对，身心可以愉悦啦哈。谢谢。那如果说你本身有想要减肥的人呢，未来一个月可以减肥成功。好的，好的。真的，60分。你少看人说人话。没有，没有。真的，因为烦恼没了，所以自然呢你就身心愉悦啦哈。来看一下，选到我们的354呢，354我们的赌林哥所选的。恭喜你100分，财路光明啊，进财稳健哈。祖林哥跟财神也非常的有缘哦，所以选到这一组数字的话呢，如果你一些财务上的压力跟障碍的话，未来一个月都可以消除。恭喜。